据香港媒体报道，韩国29岁女星江汉娜曾多次与台湾男星王大陆微博传出绯闻，他们除了被拍得与台湾拍拖，更同游梵蒂冈，但他们始终未有承认恋情。前日韩国女歌手 IU 一都参与了这次的冰桶挑战，并在 Instagram 上传淋冰水的影片，随后她点名曾与她合作韩版《步步惊心》的江汉娜，作词人金依娜及女歌手咸鱼真娥参与，而江汉娜立即于今日在 Instagram 上传淋冰水的影片。曾三度与台湾男星王大陆传绯闻的他，竟不避嫌点名绯闻男友王大陆参与这次冰桶挑战，引起了不少关注。而王大陆于今日透过 Instagram 回应绯闻女友，并上传淋冰水的影片，但他并没有点名其他人，只 tag 了江汉娜的 Instagram。不少韩国网友到王大陆的 Instagram 留言，指两人毫不避嫌公开传情，又穿情侣装，认定他们是在拍拖。